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的微辣女孩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这家店目前在网络上还蛮火红的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啊，同厂加印啊，隔壁的这个新东洋羊肉料理专卖店生意好到爆炸啊，所以可见是很厉害。好，这边写着老娘的独享时光，微麻微辣很舒服。好，那目前就是没有客人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你好。小姐你好。你好。那想请问您推荐什么酸辣粉是贵店的招牌？肥牛、肥肠还有馄饨。肥牛、肥肠和。对，臭豆腐，这是比较多人点的。好，那我一个肥肠螺蛳粉这边吃到了。好。然后您这个有搭配气泡饮，对？那这样搭配起来是多少钱？要这个的话是，你要桂花的还是乳酸的？啊，乳酸的好了。这样325。325，好。微辣、小辣、中辣、大辣。中辣好了。中辣。那它也很麻嘛哦。螺蛳粉比较不会那么麻。哦，好。那我。麻的话可以那边再加。自己再加，好。好，那这边就写罗董然后请。金鱼汤头，秦鱼熬煮。好，那我菜单拍一下，就是这样，可以放大看了。好，这个是饮料。好，一个很精致的店家。好，那总共点的就是这样哦，肥肠螺蛳粉中辣，还有火龙果乳酸，325。好，那这边就有辣椒跟花椒。好，那这样就好了哦。那先吃螺蛳粉。好，那就品尝看看这个肥肠螺蛳粉哦。那店员真的都是女孩子啊。好，先试试看啊。感觉这个料还蛮丰盛的哦。这个是，哦，这个酸酸香香的，很开胃。嗯，好吃。哦，一开始就有这个很赞的感觉了。嗯，哦，肥滋滋的肥肠。嗯，好吃。哦，这个是中辣。嗯，哦，汤头很浓郁哦。哦，它这个汤真的蛮好喝的。哦，它有些配料是酸酸的，很开胃，然后木耳吃起来就是很爽口，还有花生就很香，嗯，好，吃起来感觉蛮道地的，嗯，好吃。嗯，赞哦。嗯，它汤头真的很鲜，很鲜美，嗯，哦，汤好喝，哦，真的很棒。嗯，好喝。
个吃起来就相当开胃，相当过瘾，麻麻辣辣，麻麻辣辣啊，好，真的很棒。我觉得我还可以再麻一点，嗯，赞啊！哦，那个汤头真的很棒。那我这样应该已经到大麻了啊、哦！冰哇，这样吃起来真的相当过瘾啊！哦，肥滋滋、肥滋滋的好。嗯，哦，这个跟那个啊，还有几个是酸酸的哦，吃起来很开胃，嗯，赞。好吃，因为它麻度跟辣度都可以自己再加，所以我觉得这样蛮贴心的哦，可以加到你想要的程度啊，这样就很棒，就不是死的那种感觉了。再加到我喜欢的麻度跟辣度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应该是有到大麻大辣。啊，整个舌头有像触电般的感觉，滋滋滋滋滋滋滋的，嗯，啊，这花生很香。的确很美味哦。嗯，赞浓，然后配料很丰富，嗯，然后个人觉得很好吃。麻麻辣辣，麻麻辣辣，真过瘾！啊，赞啊！哦，微辣女孩，好吃，那我觉得是满分的哈，赞。人家肥肠给的也蛮多的、啊，嗯，赞啊，真好吃啊。啊，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啊！整个舌头像闪电般、电流般流过去的感觉，啊，很过瘾，赞啊，好吃。好，那最后是这个火龙果气泡饮。
上面火龙果还结冰呢。酸酸甜甜，酸酸甜甜的。好，那整个用餐感受还不错啦，但是饮料我觉得有点过甜，个人觉得。好，酸酸甜甜的很不错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没有搅拌好。重来一遍，好像刚没有搅散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乳酸火龙果，可以看到糖在下面。好，那分数90分，好，整体用餐感受都很棒哦，好，真的好吃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哦，个人觉得不错。好，拜拜。